新年还跑去 Jedi 家，然后看到他们家四个小孩，最小的是平头哥，因为他非常的有活力，你是抓不住他的。他虽然只有两岁，可是他已经具有这个过于常人的这个体力跟活力，非常有趣啊！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呢，感受到很大的快乐，然后也希望他们一直健康、平安的成长。这是我家目前的四个盆栽，都放在客厅的还有书房的窗口上。2月19号，我到 Woodland CC 去打我的第三支疫苗，就是追加剂，已经延了很久了，可是我想还是必须要在它前两支疫苗期限到之前呢，补打这个追加剂。然后在这个 Woodland CC 的外面呢，看到很可爱的壁画，然后上面有很多动物，我先生就叫我跟这些动物来做一些互动。因为很怕呢，打第三支疫苗跟前两支一样会发高烧，所以我打完疫苗呢，立刻就吃了两颗那个 Panadol， 然后呢，过六个小时再吃两颗，然后再过六个小时再吃两颗，所以目前为止到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就是只是手酸而已。然后打完之后，我们就去附近的这个，这个是口服的这个 headquarter， 因为是下午四点过去吃饭的，所以没什么人，很舒服。然后呢，享受了一个宁静悠闲的晚餐。过年后就一直下雨，所以今天也还没有找到时间晒，把衣服晒出去。现在是下午3:35。When that bidding war ended, the FDA took independent directors back into Caelan Top working with them. The biggest assembler of iPhones says the supply crisis. Water Lily， 啊，那个太那个了。好，我等一下给他剪头发，剪一剪。现在谁可以帮忙？
生了十只鸡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竹区哦，很多这一种。新加坡到处都是鸡呢，所有的国家公园好多、哦。我们那里哦，有一只母鸡带死。关，你要拍可以啊，这样打开。他们现在没心情出来。他们现在在忙着吃饭，忙着吃饭。偷吃的啊，他们还是要抢。一二三四五，五只而已。本来有六只，有一只死掉，就无缘无故死掉。是，这种。好摸，乱呢。大家都在吃晚餐。剪下来，栽上它来煮茶的。枇杷树。因为我老婆咳嗽啊，我那哇很好嘞，有效嘞，真的有效，有效。有这方面的。这条什么啊？这一个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哦，这个是 purple joyride， 没有什么的，没有可是它的花蕾很漂亮啊。哎，这个是啊，如果你养的话、啊，你放啊，哇，很 instantly 啊，你有氧气哎。怎样养都可以嘛，我最近就有养啊，我现在就有养啊。我、就是、啊，你拿一点去揉一揉，然后敷一敷嘛、啊啊。放着。哦，我等一下试试。怎么样种？用种子、哦、还是用？用 cutting、哦。等我就 cut 一些，找一点。美的好吧。你说这个叫什么 ？Purple joy。Purple joy， 你赶快接电话。哎，你看这一个。啊，毛毛虫，好可爱。健康快乐，长大就好。不爱读书没关系，哎，很有道理耶。读书读太多没什么用啦，真的。要看你读什么书。哪里？这个是错，我不，我三真啊。孩子就刚刚说，妈妈我不用读书。对哦。哇，真的。可是不用读书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不读书，有时候很难找工作，对吗？还是要有一个 diploma。哎呦，有一个技术。不用太高，但是你要有一。去做，不要说，我不跟你了，一套这样。对喽。那么小孩。没有办法融入社会。哎呦。还是要有人，就什么都不干。新加坡的不会吧？新加坡的比较不会吧？新加坡的学生都很用功的啊，蛮。是啊，太用功了。太爱读书了，所以他是写给新加坡的小孩子啦。因为新加坡的孩子都是对，都是太认真了。吃的是蝶豆的哈、啊、blue pea， 然后嘞，
Blue Pea 什么东西？后面是什么 ？Blue Pea 什么？我的是什么？忘了。我的是黑莓哈，好像是 Black。哇，我的蓝莓 Blueberry Cheesecake， 好吃吗？应该很好吃吧？好不好吃？不好吃啊！